色狼被揪大逃亡，半裸闯鬼谈交通。是要逃离什么样紧急的危机，会让人跑上铁路的轨道？日本东京铁路一名色狼怕被逮捕，跑上了涩谷区惠比寿站的铁轨，造成两线列车大误点。色狼起先在车内骚扰 OL 被抓包， OL 揪着色狼要他一起下车理论，他却从月台跳过栅栏，从铁路逃跑。这件事在网络造成热议，甚至有网友表示色狼是半裸在铁路上奔跑。站员与警察走下月台，开始搜寻色狼，但却一无所获，使得山手线全线、崎京线一部分误点约半小时。警方目前正以违反骚扰防治条例追捕色狼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